开箱吧。第一次在包装仪 APP 上买了一些书，买了一套英语版的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和《西游记》，找不到中国四大名著的最后《水浒传》，以后再找找看吧。这三套我花了大概58人民币一套，在淘宝能找到的话也要100-200块。而且在多抓鱼买的书看起来挺新的，之前买过的人都把书照顾得很好。买了这牌子的冷萃咖啡包，因为有淘宝券才能很便宜的下单。我喝了，口感挺不错的，还送了玻璃杯，挺好看的。这帆布袋我种草了很久，就在上海新开的 IKEA City， 我不太清楚普通的宜家有没有卖。然后看到某一家星巴克有折扣活动，不记得是6折还是7折，然后没有选择我喜欢的杯子，就选了这个小熊。在上海有一家手账店叫做 FineRay， 我也去打卡了一下，文具还是挺多的，有2层。我又去逛 LOFT 了，发现比我第一次去有些不一样了，有一些新的品牌了，结果还是花了不少钱啊。终于买下了 Aki 的便签，因为太喜欢这种设计了。然后看到静静的品牌，也买了我一直想要买的2卷胶带。可以和国誉活页本一起用的收纳袋和便签纸。就是由生活的纸胶带福袋，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买它来干什么，可能是当时比较好奇吧，因为我也没有买过这种福袋，里面有26卷胶带，28块买26卷胶带其实是挺划算的。但是呢，这些胶带我又不太用得上啊，唉，暂时已经把这一袋嫌弃了在旁边了，可能以后送人吧。
虽然中秋节已经过了，但是还是想分享我们收到的月饼礼盒，因为真的太好看了，一直都不舍得自己买这么好看的月饼吃，因为月饼也不是什么健康的食物，所以少吃比较好。想吃的时候都会去超市买一小块，然后分两个人吃。现在收到别人送的月饼就特别的开心。第一盒是香港梅城月饼，马来西亚人吃的月饼也像港式月饼，甜的。这个盒子设计很好看，都是中国几个有名的地标，还有很可爱的太空人在上面。另外一盒我跟你们讲，绝了，真的是太好看了。开一下，真的太好看了，有没有？这来自故宫的月饼礼盒，我一开箱我真的十分的兴奋，真的。它是一个铁盒，上面是布纸，然后有刺绣，里面还有介绍的一本，好贴心啊。原来还有红色的几款，我比较喜欢红色的，但是这个绿色的也很好看，太喜欢了这个盒子，好看耶。某个周末又去了上海，在一家复古宝藏店买了一张装饰画，然后去了猫空的2021计划手账展，收到的贴纸和 TN 海报。看到这两本 Line Friends 的本子，忍不住就下手了，里面还送了贴纸。还买了得力超大的印台，才十几块。得力的荧光笔，很像国誉的，但是我又没舍得买国誉的，因为感觉不会用得到，但是又好奇怎么用，所以看到得力的就买来玩，
反正几块钱嘛。我试了一下，这个绿色也太浓了，我轻轻地画上纸，下面的字也不清楚了。看，然后用红色的板再盖上，字基本上是看不到的。然后我又用了程式写字，然后盖上也看不到。然后我用这条白色笔就可以擦掉刚才画上的荧光笔，但是擦也不是很干净那种，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没办法擦掉橙色的写的那个字。你看，擦不掉。最后一点，擦完后是没办法再用绿色荧光笔画了。你看，我再试一下一样的地方，它没办法再画上去。总之，这笔我已经嫌弃了一边了。我在南京艺术书展淘回来的东西，首先是展的地图，还有没用到的咖啡券吧。然后我们买了是 VIP 入门票，因为不想排队嘛，送了一本杂志，我们两个人就有两本一模一样的杂志。然后在现场拿回来的一些名片、卡片、明信片，都是素材哦。我们去那天就是书展的最后一天，人特别多，而且因为时间比较紧急，所以逛得比较快。买了一张海报，上面写了今年书展的信息，然后红色我也特别喜欢，有我喜欢的郁金香，鸭子可以代表南京，有一个女孩子看书，像我咯。然后看到这个钥匙扣，画家我认识的，之前买过一样款式的贴纸，上面写了 Busy doing nothing。这套卡片我也觉得很可爱，都是番茄主题的。我是被这一张种草的。好可爱哦。然后看到这一套咖啡包。上面画的挺搞笑的，比如腊肠，它真的是从这个人身体里面的
肠拿出来，然后卖给别人。然后这个是双皮奶，你们自己看吧。最近又从多抓鱼 APP 上面买了一些书，主要是我看到这本《英语会计词汇》，因为我是会计专业的嘛，有空时可以拿出来看看学习一下。书虽然是1999年的，但是整个书质量还是很新。第二本叫做《大众常用经济词典》，这本书我看是免费才下单的，只要付3块服务费就可以得到这本书，但是里面的字比较多，但是应该是看不懂啦。为了抽单包邮，我又找到我可能喜欢看的书，这本绘本叫做《我爱你的100件事》。我在某个书店有看到第二集，当时有一点种草了，虽然在 APP 上没有看到第二集，可是有找到这个第一集。接下来是一本叫做《10年给创意人的100封信》，这本书我在某个书店看到的。这本书是关于一个作者叫阿福，从2000年到2010年10年的时间，每个月寄给广告杂志一张明信片，我觉得很有趣的。而且有英语介绍在下面，所以我也可看得懂。最后一本也是曾经在某个书店看到的，叫做《晚晴新闻画报所藏》。当时在书店看了很久，因为里面的字比较多，我看了比较慢，但是越看越很有意思。在多抓鱼上也找到了，就一起下单了。